你知不知道哪吒三太子？你们在听啊？ 你竟是谁？你知不知道？就是四大天王里面，手里拿宝塔的那个宝塔，就是专门用来对付他儿子的呢。你说够了没有？喂，你要去哪里啊？ 你儿子是哪吒化身的，难怪你们父子感情这么不好。你知不知道哪吒最恨的是谁？就是他老子李靖啊。 那水剑波先生是太贵，那个找你拜托去啊！你点点啊你。